五万，你要哪一个？啊，你不要二十五万啊！很多人都、啊、有要五万当部长的举手一下，大家都要二十五万呢、欸。那你干嘛那么在乎那个官位？你为了台湾民政府进来，你为了法理进来，你为了正确的法理进来，你就为了法理就在这里抬头，哈、哦，只是让你做事方便而已，让你可以去领导一个组织。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个能力，你如果没有准备好，机会永远给准备好的人啊！你没有准备好，那个屁股坐不久了，椅子还坐不热了，你就会离开了。我们看过太多了，官场哦，戏如人生，来来去去。重点是你留下什么？你有没有交到一群好朋友，一起为台湾奋斗，一起为台湾努力打拼的好朋友？所以每一个政治局的委员，将来各位都有可能，25岁到45岁。欢迎各位哈，25岁到45岁的年轻人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因为政治局，我们以后哈就是直接跟美国军政府联系，美国军政府给我们什么讯息，我们就去指导，我们去制定政策，然后让我们的事务局来发楼来执行。所以政治局需要25岁到45岁的年轻人。好，你们上完高级班之后，如果真的觉得想要再更进一步了解。我个人以前我也不理政治啊，我告诉各位啊，这个不理政治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这个真的很，我有个学生，我每次都会讲这个故事。好、哦，我那个学生呢，他的爸爸是咱本土台湾人，伊非常的本土，所以伊跟因查某囝讲，好、哦，伊跟因查某囝讲哦，你绝对袂使嫁予中国人，啊、哦，伊是讲外省啊，你绝对不可以嫁给外省人哦。而且你绝对绝对不能嫁给那个东吴大学毕业的，因为因兜多到底台北东吴大学边啊？伊讲东吴大学毕业吼，学生吼，拢敢那也要弄球呢。东吴大学旁边很多撞球场嘛，所以他对东吴大学的男生有偏见。好，那是注意力哈。我今天因为这个，今天因为六十期比较特别的关系哦，所以我很多活动都省略，我把各位哈都当成很专心在上课，没有通常哦上我的课会有很多活动，让各位哈一下子就会哈重新恢复注意力哈。但是我现在很认真跟各位讲，这个女生哈，她跟我讲说，老师，你讲的真的很准，因为我以前说我不碰政治，因为政治哈，不是蓝的，就是绿的，两个都是烂苹果，哎，选哪一个比较不烂，所以我连碰都不碰。真的，我从来对政治哈，我是绝缘体。结果我现在就在台湾民政府中央政治局，还政治局哦，哎，当办公室主任，自己都觉得很好笑。原来我教的东西真的有效，因为那女生告诉我，老师你忘记了吗？她最近在跟我分享，老师你忘记了吗？你自己跟我讲哦，你不能说你不要，因为她爸爸告诉她哦，你不能嫁给东吴大学毕业的，你不能嫁给外省人。好、哦，结果呢，她结婚了，生了小孩，有一天，因丈人爸，吼、哦，跟囝仔在开讲，因为吼、哦，因每次吼、哦。交男朋友，他在问啊，你是不是东吴大学毕业？不是，你不是外省人哦。好，不是，那我可以跟你交往，嘿，因为我爸规定这两个人我不能嫁。就有一天呢，他认识哈、哦，在他爸爸工厂工作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恭维哈很台，哈个薄冰能，哈、哦、看起来就像高中毕业，这个一副看起来哈、哦、就绝对不可能是外省人，高中毕业薄冰能阿公台语，哈讲好多话，很台很台很台的人呐、啊。阿、啊、因爸爸就看了讲，哦，你来跟一个这个吼、哦怎么会选这样的？你大学毕业选一个高中毕业的男生，可是他想说，哎丢啊，哎丢，他参戏嘛，算了，只要不是外省人，不是东吴大学毕业就好了。第二，因见结婚啊，生囝，有一天吼，因就底下开讲，伊讲哦，你吼高中毕业，你爱较认真嘞啦吼，你阿爸吼，上少爱读个大学毕业吼，你才有法度。你讲爸，我大学毕业呢，真啊假？摕证书我一看，东吴大学哈，你竟然东吴大学毕业？伊就讲问讲啊，你台湾人还是？哦，我是迄。什么福建什么什么？我是外省第二代，你外省第二代，你台语来讲较好。然后主持人就甲河洛人斗阵的啊，啊，你哪要吃槟榔？伊讲敢有规定外省也袂使吃槟榔。他不自觉的，他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就一直吸引东吴大学毕业的外省，因为潜意识没有办法分辨真假，所以他在找的男朋友都是在设定东吴大学毕业的。他真正爱到的时候，就是东吴大学毕业的外省人。所以我一直敢讲哦，我不碰政治，我不碰政治，我绝对不会碰政治。
我心里面就是吸引政治，政治，政治。因为我自学校毕业，我妈妈就希望我去做代表，哈、哦，去选委员。伊讲，伊自细汉就甲我训练我的口才。你敢会相信？我第一届哈、哦、上台去演讲的时阵，国小三年级上台代表我们班上去参加国语文演讲比赛，啊、哦，中北京话。一上台之后，我就第一个老师交代嘛，要在拿在背后。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哎，敬礼！哎，敬礼完了以后，我就站了呀，我就待在那里，紧张，我脚一直喘，无人看得出来，脚就一直喘，因为我的个性较避暑，我细汉就避暑的，我就安尼吼，脚一直喘，一直喘，喘三分钟，老师就伫遐一直看，老师就一直点头鼓励我，然后呢，我终于想到了，我就第一阵站好。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嘿，过来一盖，然后又叉腰，嘿，安尼三分钟过啊，老师说好，你可以下台了。第一届演讲就讲了两次，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哎、欸，我妈妈吼，伫广播电台做节目主持人嘛，伊讲安尼吼爱训练。第二届要参加演讲比赛，伊就逼我一直参加，我足惊参加演讲比赛，足惊足惊，我足惊上台。你若叫我秘伫个吼，我细汉家己个吼，家用碰椅安尼，家己围成自己的城堡，嘿、欸，有点自闭症的倾向啦。其实我小时候可能是天才，可是受了中华民国的教育以后变蠢材。一直到国外受教育以后，才慢慢的又恢复到自信小时候真的没有自信呢，可是我妈逼我一定要上台演讲，伊讲要甲我训练，叫我吼，伊就叫我，因为到阮到底花莲玉里长梁的乡下，叫我去阮的溪仔边，伊讲遐足侪石头的，你当作一个一个人头，一个一个的人头开始背，一个演讲稿600个字，我妈妈念给我听，3分钟刚刚好。啊，不过一点就慢了呀，哈、哦！他叫我对着石头这样讲，每天练，从早练，这样每天练，每天背，没有困难的啦。这样每天练了一个月之后，上去比赛，我平常讲是讲3分钟刚刚好，结果那次上台1分钟就讲完了。第二次演讲，都、就是安尼练习，安尼练习，安尼练习。啊，所以他跟我说你也拜哈，你也靠在练起来，国中开始学辩论，哈、哦。国中开始学辩论，高中也是，专科也是参加辩论社。他说你的口才练好了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开始去演讲啊，你也可以做去从事政治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政治就更讨厌，嘿，因为我不喜欢那个，就是很虚假。然后呢，在大家就这样啊，然后参加很多活动，我觉得政治人物一天到晚就要参加活动，哈、哦，还看到常常看到报纸什么政治人物跑了一天的行程，然后就暴毙。唔是安尼，40几岁尔，啊，规工吼安尼，啥物红白帖摊安尼走完安尼，啊，暗时登到厝暴毙吼，我感觉迄真的不适合我。结果现在呢，为了台湾，为了我的下一代，为了我的女儿，我决定跳出来。各位刚刚都看到，改变真的需要时间呐。你六十八年来这样的训练你，他们就这样领导你们。领导你们，让你变得更僵化，让你变得更笨。真的，你如果真正去研究台湾的教育，它最主要目的就是让你变得更笨，让你越听话越好，让你不会思考越好。他怕你想太多，他口口声声告诉你自由民主，可是他怕你想太多。你如果真的有机会到国外去走一走，真的常去国外走一走，你会发觉奇怪，为什么？人家那个像我们上次去那个瑞士，为什么人家下午5点多，店都关起来了，晚上没有 7-Eleven 呢？最近才去的，为什么他们店都关起来了？啊，他们都在干嘛？问导游，他们晚上是 Family Time 吗？家庭时间啊？啊，家庭时间，暗时处理就无聊呢，一家人在那边干嘛？没有看电视哎，他们可能就小朋友在那边弹奏音乐，大人在欣赏音乐。灯光美，气氛佳，听小朋友弹音乐啊，有时候大人高兴就一起来弹。他们每个人都有音乐素养、艺术素养，大家一起研究画画。他们说在家里的时间很多，很容易打发时间、消磨时间。可是台湾人不行哎。请问一下你那个下班之后，你在家里面你能跟你的家人好好一起聊聊音乐啊，聊聊画画啊还是全家人一起盯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物体看？好像大家都一起盯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物体看嘛还要一起抢遥控器哈！我前几天刚去保养车子，哈！我前几天刚去保养车子，去保养车子很好笑啊。然后我就坐在那里，因为一群小朋友在那边嘛，
所以那个修车厂的人他很贴心的就帮他转卡通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卡通台了，就跟他们一起看卡通啊，那卡通刚好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他就演说晚上八点他们正准备，全家都要看，每个人有每个人要看的节目。妈妈比如要看那个什么，连续几次的那个比赛大家正在看到决赛了。然后爸爸要看风水世家，好，也把他一嘎嘎卸卡了风水卸卡哈。然后那个小妹妹要看什么，什么梦梦秀哈。每个人要看的电视都不一样，可是只有一台遥控器，一台电视。哦，他好像在演台湾哦。然后呢，可是那是在国外，所以他演的就是爸爸。一大早就吃饱饭，叫妈妈赶快煮好。就爸爸很垮又很胖，就坐在沙发上，然后他把遥控器就藏起来了。然后妈妈吃饱饭，小朋友吃饱饭，女妹妹吃饱饭，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嘛，大家一起吃饱饭以后，一到客厅找不到遥控器，俩公啊问爸爸在哪里，爸爸说打死我都不说，因为我要看风水切开，因为今天演到哪里高潮。然后儿子开始就硬要抢爸爸哈，问爸爸那个遥控器在哪里。然后那女人呢，就算了，不看也没关系。走到楼梯的时候，她回过头来，你要记住女儿讲的话。她说：“要是我有第二个遥控器我就一定会去找到第二个遥控器。”哎，那个妈妈一听说：“对呀，我可以去大卖场买第二个遥控器啊！”妈妈马上开车出去，因为那时候七点而已，马上开到大卖场准备买第二个遥控器。然后儿子也很聪明，就让吉娜弄就起来嘛。他又拿着爸爸最爱吃的食物在爸爸面前晃，他爸就给我给我，口水又流下来。他说：“很简单，告诉我遥控器在哪里。”结果那爸爸为了食物，通常是小孩子为了食物，结果爸爸为了食物就告诉他小朋友：“好，你给我吃。”他吃下去以后，爸爸又出个谜语，叫小朋友猜，在两座山峰之间。小朋友很，他说那么笨的谜语，一猜就知道在你屁股下面。两座山峰，嘿，就把他爸爸推开，就一看到沙发破一个大洞，遥控器不见了。他爸也急了，遥控器不见了，他们三个就开始找遥控器，然后想来想去，妈妈不在家，只有那个要看梦梦秀的小妹妹跑到他房间。看他抱着小梦梦，我没有拿遥控器，拿出来，没有，我们三个人要把你关在房间，他就拿出遥控器，他拿出遥控器，当着他们三个的面把遥控器砸碎了，他们三个就当场傻眼，没有遥控器，他说还有第二个遥控器啊，还有第二个遥控器，谁？他说妈妈现在出去买了，他爸爸马上开着另外一台车，载着两个儿子冲到大卖场，准备抢他妈遥控器，结果他们在。大卖场就演遥控器追逐战，追啊追啊，最后他们三个终于把遥控器追到了，抢到了，然后一按遥控器，怎么是车库的遥控器？他们想为什么会变车库的遥控器，再变成大卖场的车库遥控器？他们就愣在那里，车库遥控器，你为什么买车库遥控器？他说，妹妹告诉我的啊，妹妹告诉你买车库遥控器，那是妹妹说谎，那妹妹为什么要说谎？因为妹妹要看梦梦秀。所以妹妹刚刚砸烂的遥控器是假的，真的遥控器还在妹妹那里。哇，那妹妹太厉害，他们就全部四个人冲回家，房间全部锁起来，门都锁起来。妹妹坐在沙发前面，八点整，妹妹手上拿遥控器，把梦梦打开了。妈妈那时候讲了一句话，她说：“我真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，为了要看梦梦秀，设计了她的爸爸妈妈两个哥哥。”你看，从头到尾，那是一个我看得很讽刺的卡通啊。这是台湾呢，台湾的缩影版呢。晚上大家为了抢遥控器，还是现在每个人每个房间都有一台电视。Michael Jordan 回到这里Michael Jordan 在讲他的领导他的优越的领导技巧是最两大球星最大的不同。Michael 会对他的队友很严厉哦，因为他以身作则。你可以对你的部署很严厉，但是你要以身作则，你不要叫他怎么做，结果你都不这样做。Michael 善于他用他的自己的态度来控制球队的情绪，你的态度可以控制你的 team 他的情绪。你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也有一些人很付出、很努力的，像劳工以前的那个王如玄，像我们就刚刚看到他的报道。他永远比那个他的部署 早一点到办公室，永远比他的部署晚回家。他的部署都被他的精神感动，尤其他的那些特助，哇！我的主管哦，六点就到办公室，十一点才离开，拢伫办公呢，拢唔惊谁底层啊呢，足认真呢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当然不是要求各位这样，各位可以 smart 更有方法啊。也因为中华民国的制度，让他不得不这么认真呐、其实我们也更多的方法，更多更有效的方法。
找方法，不要找借口。送给各位哈，我每次遇到事情，给我自己的两句话，你可以把它抄下来。第一个，找方法，不要找借口，一定都有方法。如果没有方法，你可以问别人啊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不是吗？如果没有方法，是因为你当时可能当局者迷嘛。如果没有方法，是不是因为你固着的注意力听不进去人家讲的话？我们昨天齁，在一些我们常常去旁听周务会议嘛，常会有人告诉每个人的方那个观念没有对或错哦。我要开始推广我们的身份证，但是我不找我自己的亲戚朋友，因为自己的亲戚朋友都知道齁，一共他抽了，一共我卡称五规矩摸一龙灾，所以他都知道我的背景历史，所以他不会听我讲的话。所以他不找自己的亲戚朋友，也有些人说：“吼，这好消息，我当然为我亲戚朋友开始讲啊，先我外亲戚朋友拢知啊，这好的消息。”秘书长要求你要有自己的 team， 你要有自己，你在一个单位，你要有自己的团队。你的团队你要找不认识的人，还是要找认识的人？你的团队你要找你熟悉的人，你都了解他屁股有几根毛的人，还是你要找你不认识的人？没有对或错。看你决定要怎么做，看你决定怎么领导你那个 team。还有，凡事发生必有其原因，而且有助于我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。凡事发生必有其原因，而且有助于我。你会来到这里，一定有理由，一定有原因。你找得到他对你的帮助吗？你找得到他对你的帮助吗？凡事发生必有其原因，而且有助于我，这对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的扭转跟翻转。人生彩色黑白取决于在你自己啊。人说肝是好的哈，人生都是彩色的；肝若歹，人生都是黑白的。咱的人生是要彩色还是黑白，拢在你家己。你要当七个小矮人，我常常在笑我女儿，我说你要当七个小矮人里面的爱生气吗？我有一个女儿特别爱生气，每次就人很漂亮，但是每次喜欢板起一个脸，我都是要爱生气。她今天人不在现场，你要当七个小矮人里面的爱生气吗？生气永远都是自己在生气，生气就是把别人的快乐建筑在你自己的痛苦上啊，你干嘛自己要那么痛苦？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故事啊，有一个美国大兵，他去参加第二次的，不是，他去参加那个越南战争啊，越战啊。那时候二次世界大战经过了嘛，他满心就想要报效国家，结果他可以到越南去打仗，他很高兴。他到越南打仗了，结果过了一个礼拜，马上收到一封信，他女朋友告诉他说：“因为你到越南打仗，所以我决定要嫁给别人。”他非常的伤心，非常难过。我为什么不可以鱼与熊掌都兼得呢？我又可以得到我的美眷的娇妻，又可以去越南打仗，然后他开始很难过的时候，那些军队里面都知道这件事情嘛，兵变嘛。那我们刚刚讲过，他又在军队里面就自动放假，没人叫他去做代志，他又在军队里面当游魂，当了一个月，很痛苦，每天借酒浇愁。安内然后胡子长得很长，他们连长大家都很同情的看着他。结果过了一个月以后的第三十一天，他突然醒过来。醒过来以后，他就开始跟每个阿兵哥，大家觉得他神经病。他说：“哎，给我你女朋友的照片，给我你女朋友的照片啊，有没有比较性感的女孩的照片？”他跟大家要了一堆的照片，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干嘛。他想啊，他是不是疯了？可是又怕他引起他情绪，大家每个人都给他照片。他把那堆照片全部收集起来，一两百张，他全部寄给他女朋友。他说：“虽然听到你要跟我分手，我很难过。”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，我这里面有一百多张照片，请你把你的照片抽起来，其他照片请寄回来给我，这样我就知道你是谁了。对，那祝福你幸福，祝你幸福。你是用什么态度面对你的人生？他可以继续痛苦，他也可以这样子让他女朋友很严哦，原来你早就花心了，原来你早就有那么多女朋友了。不管他什么早就，不管怎么样，但是至少他的态度是很积极、很正面的。没关系，你去交男朋友，你去结婚都没有关系，
但是我至少面对我自己，我选择不要再痛苦。你可以选择开始改变你的人生，当一个好的领导者，你也可以选择你继续过一样的人生。如果你选择要开始改变世界，因为你而改变，你选择开始改变，那你应该做什么？来，我们现在像德国的教育，我们不要这样子，都是我在台上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。我们现在你们准备好要改变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当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公务员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开始做什么？改变自己，要怎么改变？主动积极，还有嘞，只有一个人回答啊、哦。那中华民国怎么会不？那个台湾民政府怎么会改变呢？不是跟中华民国都一样？你要改变你自己不是吗？你要开始当通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公务员，你要开始改变台湾人民呢？你开始要做什么？改变自己，改变台湾人民，还有呢？来给我一些具体的做法。你回去要怎么做？我到处都在教大家，你要不要学会怎么样去推广身份证？你要不要学会怎么去推广身份证？推广身份证有很多方法哎。你回去看录影带，我在录影带里面都有教。你回去看过去我演讲的录影带，每一期讲的都不太一样。我有教各位怎么去推广身份证。你要不要推广身份证？你要不要了解法理？你要不要把新台湾人看得很熟？你去推广身份证，结果人家一问你，为什么你要推广这个身份证？到底依据什么法？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几条？为什么？解扣都用扣斗啊！啊，什么叫旧金山和平条约？你说你依照国际法，依照战争法，依照万国公法啊？枪猛力啊，上面也叫做战争法，上面也叫做万国公法。啊，什么叫做陆军野战手册第几条？那个是战争法啊？你有学过吗？你要改变你自己，你要让自己具备基本的常识。哎，新台湾论是你的基本常识。哎，新台湾论是以后你的仅次于圣经之外的最重要的读物，你要常常看，常常看，英文会进步啦。你不要开始贬低你自己哦，晚上不要再看那个风水一些 KI 哦。你要当好的领导者，你要不要学 Michael Jordan 怎么领导？你看哈、哦，他说在球场上的表现哦，杰克森认为毫无疑问哦 ，Michael 更强悍，更让人害怕的防守者 defense。哎，篮球哈、哦，每次哈、哦、在比赛，我们都喜欢看到那个跑轰哦，那个球队啊，火箭队今年很厉害啊，哇，一路得分全联盟第二高啊，超会得分的，每次都得100多分，到了季后赛呢，一下就被人家 KO 了，为什么？在季后赛得分不重要，让你不要得分最重要。得分不是很重要，让你不得分最重要。有时候 NBA 季后赛很难看、啊、不像平常例行赛大家拼命得分这样，哇，都很精彩这样。季后赛都是一球定生死，大家越拼。像今年的总冠军赛打到第七场，看得血脉喷张。第六场还打到延长赛，台生是第六场延长赛吗？看了就无助嘞，因为我是支持马刺队这样，到最后的这样子已经要赢了，如果不是石佛 Duncan 那个球没有罚进，哎，他已经大概是他最后一年打总冠军赛了，他自己都蹲在地上用力的捶，他知道他那一球进去他们就赢了，就拿到冠军戒了，就差那一球罚球，我看了也很扼腕，不怪人看到心中悲，我们看到这样哦，心好痛。替他心痛，一个老将，一个这么认真的老将，他虽然拿到很多总冠军了，总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圆满的 ending 嘛，但人生不一定有一个圆满的 ending 啦，他这个可能让他一辈子都记忆很深刻的一场比赛，这就是比赛嘛，比赛有输有赢，比完了就比完了，但是你永远会让他津津乐道。我会半夜3点起来看 Tiger Woods、哦、跟那个 Bob May他们两个在那个球场上最后一动的比赛，你会看到说哦，美国高尔夫球公开赛这么精彩的比赛，泰克伍兹落后，领先一杆，然后你会看到巴本妹这样，他可以这样子推那个神奇的推杆，越过两个高丘山林的果岭，对我们在打高尔夫球来讲，那是非常非常非常高难度的，他可以这样子在那么紧张的比赛，竟然推进了不打紧，人家都以为他拿到冠军了，轮到泰克伍兹一个大弧度的曲球，那个要算得更准。那球是往上坡滚，再滚到下坡，
所以高尔夫球你看他用力的挥杆打300码那没有什么，最后在果岭上，果岭是让你赚钱的家伙。我们在打高尔夫球，对，比如在果岭上再给人家赚一杆两杆，那个都在有赌钱嘛，那个赌那个很重要。赢几千块就礼拜六底下，输几千块就输去啊。所以像那个在那么顶住那么大压力那时候泰克物质巅峰时期，我报名要杀掉，我觉得那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画面。所以为什么要各位到国外去看看？你去国外看看，那是画面是永远是你自己的。到加拿大，你到加拿大的班夫小镇，你到那个山上，晚上自己一个人在那边，好像与世隔绝的感觉。你有去过，你就会知道，你当一个领导者，你本来就要开拓你的视野。我很幸运年轻的时候去过非常多的国家去玩，超过20个国家，然后有一些都是深度旅游，开拓自己的视野。那时候 Michael Jackson， 不是 Michael， Tiger Woods， Tiger Woods 在那个顶住那么大的压力，他竟然推进了一杆，打平了。打平了之后呢，那个 Bubba Mate 他觉得他赢定了，结果他的气不见了。说什么叫一鼓作气，再而竭，三而衰？他的气不见了。接下来延长赛他就输了。那个经典画面电视常在重播，可是只有在现场我们看到经历了18洞，所以很多人喜欢看那个比赛结局。请问一下各位，如果你要去找那个世外高人要去练功，你会让自己一路看山到峨眉，你要去峨眉嘛，找那个灭绝师太，一路看山到峨眉，还是不到峨眉不看山？请问一下，是不到峨眉不看山的举手。好，一路看山到峨眉的举手。没有对或错啦，就会知道说，不到峨眉不看山，就是他目标很坚定嘛，他一定要等到政府执政之后，他会全力投入啊！一路看山到峨眉哈，他会一路上寻找有没有其他的还可以学习更多，丰富他的生命。没有对或错，但是要各位注重有的时候注重比赛的过程，哎，输赢结果都已经是公布了。如果可以让你知道比赛结果，你会去买那个运动彩券吗？你会提前知道比赛结果？你不敢买嘛？你们今天不是来买运动彩券吗？你已经知道比赛结果啦、你都知道你现在买了这张运动彩券，你花了1000多块买了一张运动彩券，几个月以后你会领到5000块的消费券，有没有告诉你们？你现在办身份证，你几个月以后你会先领到5000块的消费券，你的身份证不是花钱办的，到时候消费券会还给你。你有了这张身份证，你买了一张那个永远的乐透的那个运动彩，你已经知道结果，你可以65岁开始高沙族55岁开始，每个月24000块至少，你中奖了，然后让你每个月去领，领到老，领到死。你拿到高级公务员的毕业证书，你中了更大的乐透彩，你只要不贪污，贪污唯一死刑嘛，你犯了一些小错会被鞭刑了，闯红灯那些会被鞭刑了你闯红灯没有关系嘛，你继续可以领钱嘛，不是吗？你不是中了一张乐透彩，你不用经过那个复杂的公务人员考试呢。中华民国的考试很可怜呢，中华民国考试跟你实际上在做是不一样的，你不用经过那么复杂的考试呢，你就开始可以领公务员的薪水，你爱领多久你就领多久，你不是中了乐透彩吗？你都知道会中奖的，你为什么不去告诉别人？有保证中奖的彩券呢？不敢讲，因为你到现在你还不敢相信你已经中乐透了吗？现在外面都在封乐透，封威力彩，你还讲不用了，1000多块给我啊？你要花33万包牌，不要了。我告诉你更简单，你花16000块包牌就好了，保证你中奖，保证你中，而且每个月领。嘿，你相信吗？你要开始改变你自己，你要做很多事情去改变你自己，你要把你很多的以前的旧有的观念拿掉。台湾的观念要培养出一个世界冠军的那些数学啊那些很难很难，要补习很多。在国外要培养出一个那个冠军很容易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小朋友3点下课，最多最多课外作业让你写到5点，5点到9点没事干。啊，台湾的很怕小朋友没事干，他们5点到9点有一个小朋友
台湾到美国去念书的，老师教他唱儿歌 ，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， 是吧？伦敦大桥垮下来。那那时候刚好学到引力，他说：“哎，阿嬷，可不可以 London Bridge Falling Up， Falling Up？” 他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他就这样的创意，他就开始想这样的创意，然后呢，他就跟同学组一个创意的比赛，结果在他们的州里面就拿到创意冠军，然后去参加世界大赛。真的啊，所以教育不是死的，教育是活的，教育要靠各位来改变。台湾的教育改变了，台湾的小朋友有未来，你们也有未来。你们要开始学会领导，那领导就是让自己更弯下腰来学习。你只要看到那个外面现在稻田开始稻子在弯腰的时候，你就准备可以吃了、欸。那稻子在成长的时候，你都吃不了它，你再把它拔一下，你吃不到它。小朋友一样、欸、他一直念到博士，念到硕士，念到博士，他正准备为国家奉献的时候，结果你没有教他怎么样生活，没有教他 EQ， 他去学会制作网水，然后把一个人那个分解的尸骨无存，好可惜哦，念到硕士嘞，为什么德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按照比喻来讲非常少，为什么德国一直培养出诺贝尔奖的小朋友？各位要真的去学领导啊 ！Michael Jordan 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球星就在这里。他很无私的奉献，他在场上，他的手风不顺，他就传给别人，制造别人得分的机会，所以会出现最佳第六人 Pippen。Pippen 到现在都还很有名，到现在大家都还想到他是很厉害。他还会去哈，他们里面刚好铁三角，最近哈那个他创造自己的那个运动品牌叫 Rodman 小虫，他还去会见北韩领袖。小虫他在 NBA 他是一个怪类，可是他们三个配合的天衣无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会抓篮板球、欸、他不会得分、欸、那个球就在他手上，他就在篮筐底下，他不会投球、欸、他只会抓篮板，然后再把球丢给 Jordan 或丢给 Pippen。 他不太会得分，可是他每个比赛都可以抓下20个篮板，所以他每个比赛大概都得了40分，一个篮板就是2分。所以你会发觉当更多的绿叶衬托出你这个红花的时候，你这个红花才会更漂亮。一株红花在沙漠里面很丑，它有很多的绿叶，那株花会变得很有生命力，很丰富。各位今天来到这里，要开始去思考，让你的头脑开始活化起来，不是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。在这里面要各位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在这里要各位勇于认识，你只要不贪污，我们都可以知道，我们真的都可以知道，我们有很完全的那个系统，很好的系统可以知道你有没有贪污。你只要没有贪污，你就可以一直做下去。那人为什么会贪污？我们来思考一下，人为什么会贪污？我上次在问我们政治局这个问题哦，人为什么会贪污？不满足，对啊。欲望啊，贪婪啊，那个人生三大陷阱，最后一个投影片送给大家。人生三大陷阱，各位记住，如果 你能够避开这三大陷阱，你的人生哈会很轻松。一个农夫进城卖驴跟山羊，山羊的脖子上系着一个小铃铛，三个小偷看见了，一个小偷说：“我要偷羊。”叫农夫发现不了偷羊，而且铃铛不会叫。嘿，第二个农夫哈，不，第二个小偷说什么？我要从农夫的手里面把那个驴子偷走。哦，告奥吉的农夫牵着羊，骑着驴牵着羊要去卖。他说，一个说要偷羊，一个说要把他的那个谋生工具驴子偷走。第三个说，这都不难，我要把农夫身上的衣服都偷来。哦，这农夫就可怜，他已经被三个小偷设计了。第一个小偷悄悄走进山羊，把铃铛解下来，拴到了那个往下，拴到驴子的尾巴吧，还是羊的尾巴？哦，拴到了驴子尾巴，然后把羊牵走了。他成功把羊牵走了。农夫在拐弯处四处环顾了一下，发现山羊不见了，就开始寻找。第二个小偷走到农夫面前，问他在找什么。农夫说他丢了一个山羊。小偷说：“我看到你的山羊，刚才有一个人牵着一个山羊走向这片树林，现在还能抓住他，赶快去抓。”农夫恳求小偷帮他牵着驴，他自己去追山羊。所以第二个小偷把驴子偷走了。第三个，
农夫从树林回来，驴子也不见了，也找不到山羊，一边哭一边哭，走着走着，看到池塘边坐着一个人也在哭。他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，他说人家给我一口袋的金子送到城里，实在太累了，我就在池塘边睡着休息，结果睡着了，睡梦中把那个口袋推到水里面了。农夫问他为什么不去把口袋捞上来，他说因为我怕水，我不会游泳，谁要把这一口袋的金子捞上来，我就给他20锭的金子。农夫心想大喜，别人偷走了羊跟驴子，老天爷给我幸福，所以他脱下衣服潜到水里，可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口金子。当他从水里面爬上来，发现衣服不见了，第三个小偷把他衣服偷走了。这是人生的三大陷阱。这个故事呢，老师每次讲完课，大家都只记得故事啦，很少记得那个老师讲的那个比较理论的。人生的三大陷阱，大意，一不小心山羊被偷走了，你不要随便盖章，你现在高级公园你不要随便盖章，你看清楚上面写什么再盖章。你不要盖章一出来，昨天那个高雄州长告诉各位，这个高沙组去当官了以后，然后当完以后百分之多少全部都出来都要被关，因为章都随便乱盖嘛，都被陷害了嘛。第二个呢，轻信，部署告诉你没问题啦，这个我都看过了啦，你轻信他，你这个人是你刚认识的还是你的左右手，你被骗你要被自己的老婆被自己的小孩骗嘛，对不对？至少被骗是被自己人骗嘛，你背黑锅也叫背得比较爽嘛，对不对？第三个，贪婪。越好的事情，我在投资市场那么久，我也帮过很多人投资，我告诉你，当一个人告诉你年报酬率 100% 的时候，他就准备害你了。谁能够保证年报酬率 100%？ 谁能够保证年报酬率 100%？ 骗子，没错。对啊，我们再告诉各位，投资报酬率如果 20% 就非常非常多了，而且没有人能够保证了，因为股市是神，股市就跟上帝一样，它到底怎么涨怎么跌你不知道，知道永远是那个黑手。推荐各位，新台湾论要看，货币战争也要看，你要知道到底货币怎么战争的，为什么中国一直没有办法切入世界的经济体，为什么没有办法，到底全世界真正占有这个货币主导权的是谁，货币战争里面到底世界首富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墨西哥的大亨，第二名是比尔盖茨，都不是，世界首富是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人，他掌控世界所有一半以上的财产，很多政府都要听他的，他是一个家族，但是富比士也是他排的，你完全不知道说世界首富到底是谁。这些就是资讯不对称，现在是资讯不对称的时代，你要当官你要知道更多的资讯，你才能够，你知道越多资讯，你才能够尽量的真正去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创造一个更大的问题。最后告诉各位，我们要避开这人生三大陷阱：大意、轻信、贪婪。希望各位以后当官一路顺遂，可以这样子，以后我们在台湾民政府可以快快乐乐的，王子跟公主过着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最后 跟各位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好，我是 Kilip。